朝鲜造型看秀，显脸颊纹，茉莉硬拉他手，哀鸿失利。过去十六日在首尔景福宫展开2024早春系列时装秀，明星阵容也超级豪华。5月16日也是品牌大使 IU 的生日，同天生日的好友 Davika 送上礼物， IU 也献上脸颊纹。不过当晚有个插曲，台湾 KOL 茉莉跟在 IU 后面试图搭话，还伸手拉住他，最后被保镖分开。加上他时常表示要搜集艺人，引发网友不满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不管是偶像还是路人，都不能强拉手。那知名艺人当贴文的流量密码，他 IG 根本没有追踪 IU， 是给你看秀，不是给你骚扰艺人。